害羞的罗同学，能不能来个杠上自摸，一展雄风威？三万没有了，哎呀，所以三万原本想做什么？哎呦，还要三万，我觉得好像都做不太起了，就是因为万字跟铜真的很多。对呀，对啊，哎呀呀，可是牌要是我们就不杠，对呀，已经听了，不是因为杠了他这个牌，你多给我一张摸牌，我给他一张摸牌的机会，真的，因为他谢谢你，本来想说拼个台数之类的，啊，拼的啊，你不是牌不一样要吃二饼来讲，对呀。一个二二三饼，那就哪有这样打牌的？七饼对，还有一个七饼对，这种牌，那先打三饼啊，可以上五八饼，上二五万。你打了二饼，你这就变定将了，还要打六饼的牌。如果是我会丢六饼啊，因为我七饼拿砍嘛，因为你又吃一个七八九，我会觉得这个很危险，然后我会先跑这一张，打二饼，结果就又把二饼又摸回来，给他吃个卡二饼，对，要不然他怎么胡？自摸一个底六千块钱。哎，我看是来是来交朋友了，啊，又让赵红桥帮你摸手，又喂一下他卡张，是来吃豆腐。我看你是意有所图哈，对不对？还是来做功德的，所图妥妥满。好，我们下一场。自摸一台，底台一台，总结六台。第三场，在桌上都是有钱人，九千的六千，有钱人，而且都自摸。来，这场谁放炮谁归零啊？隐逸。马上我们看四家的牌，先看曾隐逸的牌，这三千块就好追喽，看你打牌会自嗨，就看牌神赏不赏脸，这把你是有机会，四对平大可能吗？第一站自摸赚九千，这把再来往上加，五八饼四七条，想听再来拼自摸，可别粗心放枪喽。上一把瞎打还让你自摸赚六千，这把可要稳着打，二五条拼卡六万，东风一台别放过哦。虽然九千居冠，还要小心对手的好运气，这孤张大字早点跑，边七万上六九条，别摸出人喽。小心北风，北风一万，北
北风。有进了吗？有耶、欸！他真的每次喊进，我刚才后面看到都会进。有没有刚刚那个变装有没有很好？因为我们要先插牌，牌插进去。好。然后再打。南风。二万。呀。一万。七，八万，吃吃吃吃，好，大饼给你吃，你比较饿哦，我已经有了。Oh my god， 西风的话。所以啊，捡得了，看到一头，哎，先插牌，吓到哎呀，一头，哎，来不及，是大人话呢哦，甜的五万，哦，又不甜，嗯，我不喜欢吃甜的，那么甜，哦好，那等下给咸的，二万。红中，金，那只有我有用。哦，先放进来，发财。好吃吗？甜，欢乐。你给他一张苦的，哦，应该是八万吧。小鸟，叫苦的，我跟你讲。哦，真的，有苦到对不对？他就需要这个，不喜欢他都说他不要甜。不是，对，我不喜欢甜食，要想想。那等下继续打甜的，对不对？不是吧？不行，我想想。虽然他还有很多懂。嗯，好了，给你这个好了，真的二饼。啊！你做甜的。下雨天啊。五万。哇，激动！小超牌好快，我也太激动了，我也吓到，我也是吓到了，大家都被吓到吗？是惊喜的感觉，太激动了，是怎么回事？对外，好紧张哦。Baby， 四名，是不是啊？那一定是。三万。烫到了三万，烫到三万，我不是五万，意思差不多。我们亲给为什么四万？不会，还不要这么美，靠自己啊，红中。来了，随便一只甜甜的来了，红中。还有，红中。又是一只红葱就不打了，还是四只了，已经四只了，再一只五只。嗯，想想哈，留不住，留不住。好了，先打你啊，风风，碰。一个大字扣那么久，那当然了。非到不得已才丢他，因为我觉得应该有人要。非到不得已才放弃。